啊，今天妆化好丑，天，老天，这黑眼圈真的，Oh my god，Oh my god，嗨，Hello，Everybody，Hello，Hello，啊，不行，我不能那样子讲话，Hello，大家好，头发挺长的啊。你说真的吗？就是这头发叫做挺长的吗？对啊，公演，但是不是没有其他歌了？今天圣诞公演。先放。好吧，MC 对 MC 也没有，今天整个就是一个非常闲，非常的闲。对，我在等最后几首，小裙子脱了呀，歌都跳完了。我今天黑眼圈超重，很憔悴，今天一整个，但还好应该没有什么我的镜头。项链是粉丝送的一条，对，他为什么要给我镜头啊？今天又不是我圣诞，控台是不是有病？在人家就是说妆化不好的时候，就不要给那么多镜头。就是又不是我生蛋，为什么要给我镜头？以前让你给镜头的时候怎么不给？现在就知道给镜头了。真的，以前就是口水都说干了，粉丝维权都就隔2个星期就维权。要给要镜头，现在就是学乖了，哎，就是你说人就是有时候很奇怪，没镜头的时候气愤，有镜头的时候怕今天妆化的不好，哎，有小裙子拍没？我不穿小裙子拍，我是一。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要剪头发吗？就是我不想再模糊自己的定位了。什么0.5，什么什么0.75，什么0.85，不是，就我就是。谢谢 WZY 的皇冠，谢谢。好吧，我承认我是一天一个想法。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开心呢？因为，啊，我又开始这样子了，好烦呀！总是会因为一条评论、一条微信而感到开心，啊，我可真没骨气。谢谢你的礼物，因为我刚在朋友圈发了我微博发的那两张帅照，然后呢就有美女评论我了，谢谢呼啦圈新人的皇冠，谢谢。是谁长变了？我长变了，我也不一直长这样。谢谢你的圣诞礼物。谢谢烟1997的皇冠，谢谢。不是平时可以经常见面的美女，谢谢抹茶瑞娜冰的皇冠，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 ENGENGAME 做的皇冠，谢谢。好了，不要问懂不懂。谢谢 SPEN 的皇冠，谢谢。光剑变装，我会给你拍的，换一种形式给你拍，我已经想好了。我现在拍一个那个光剑变身的那个前奏。想看那个铃铛的变装。谢谢再也不会惹走巨人哭的勇气，谢谢你的皇冠，谢谢。不是啊，是因为我没有圣诞那套衣服呀，我也没有铃铛。左平时多在房间冒泡泡，该冒的时候就冒，从来不多说一句废话。我们狮子座女人就是这样。我不是甜美，我什么时候说我是甜美？哎，等一下，昨晚没有休息，不谈休息好了，就没睡觉。因为我昨天回去，冷餐完回去睡到晚上，然后晚上自然就睡不着。谢谢小圆的路人姐姐的安娜，谢谢。好的，我会注意休息的。后面还有三首歌，对，我剪头发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发腻了，就是想剪头发。最近累吗？最近还好，其实。你们那个外务要跳街舞吗？应该不会跳吧，如果要跳的话应该也不会叫我去。应该就是去说说话，采访一下这样子。外务那天回来还有公演，晚场公演会上的。一般就现在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我都不会请假。对，我在想也是可能像元气寿司那样那种外务一样的模式。除非哪天我特别想出去玩，就是想出去散散心，可能会请假，但是一般都不会了，哎，没有什么好散心的。来得及，我本来也以为来不及，然后那个 staff 跟我说来得及，然后就问我要不要上，我就说那就上吧。真的回去玩开心吗？还可以。虽然我的那个狮子座，哎呀，说来就很惭愧。狮子座的那个生日公演不是在1月1号、1月2号、1月3号，不知道是其中哪一场。然后呢，他催歌跟催命一样，非常的赶，就一直问你快点报，快点报，再不报就来不及了。然后一直催着催，然后我就随便叫就上去，因为我自己真正想跳的歌想留在个人圣诞的时候。
所以他问我的时候，我就随便报了几首上去。感觉大家不会喜欢那几首歌的。谢谢 KCAT 的圣诞树，谢谢。谢谢圣诞礼物。嗨嗨，你在直播呀？对呀，你要来跟我一起直播吗？我先准备一下。谢谢小狮子最帅的皇冠，谢谢。谢谢，有节目，还有最后三首。其实也可以补上，反正也会跳，反正不行，还是得上。不能这样子找借口，第一次找借口，第二次也会找同样的借口，那你就永远都不上呗。那你永远都会为自己找借口，人不应该这样，你上学也是一样。上班也是一样，你要总给自己找摸鱼的借口的话，那这个班就没得上了。谢谢小阿峰的皇冠，谢谢。哎，真的，谢谢左小圆的 JM 姐姐的皇冠，谢谢。虽然今天这个公演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然后也没有特殊表演，也没有 MC， 但是呢，我作为这个公演的一员，我就要尽心尽力的把这场公演表演好，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相信，然后说子把自己说瞎，谢谢金子，你怎么褪色了的皇冠，谢谢。啊，对哦。想起来了，等一下下去看看歌词。谢谢翩翩0819的皇冠，谢谢翩翩。几天不见，你好成熟。打麻将中途听到这份言论很惭愧，别跟我学，你就该干嘛，你想干嘛干嘛。不要跟我说，我没有，我不能引导大家的。你们想干什么干什么，好吧，开心就好，不要惭愧。今天发抖音吗？我争取发抖音，一定要发抖音。虽然那条朋友圈上面只有短短三个字“简短啦”，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啊！我的开心就是来这么简单，我好搞笑哦！我就是一个搞笑、很搞笑的女的。谢谢圆圆的英俊姐姐的皇冠，谢谢。没有，其实我本身没有那么开心的，其实我本身有很多疑惑的事情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现在自我调节能力变好了。很遗憾，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出诊要报备，不可以去看你公演。没关系，等疫情好一点再来看我公演吧。哎，我就是不止一次想象过自己如果生在古代。谢谢圣诞树，谢谢。一定是一个，谢谢，一定是一个
会因为一些美丽的妃子而丢掉整个国家的皇帝。可能是纣王，可是纣王和幸福。你果然爱妲己，对哦，我爱妲己。我还是挺帅的。将将就就，将将就就。不要跟特别帅的人比，就算帅的。什么？这两天到底发生什么？什么？什么？这两天什么都没发生，怎么了？为什么我不能？我就很搞笑，我就不能在一场直播里面夸自己帅吗？好好笑啊！因为就问的很奇怪，今天就是今天也没有发生什么，今天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一天，已经关了。没有，我就是，你知道吗？我就是那种会一时间开心，一时间又不开心的。我的情绪起伏很大。真的。就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不是这么很大的事情，就是我就会突然开心，突然不开心，突然又开心，突然又不开心，可能只是一丁点小小的事情，就会让我的情绪起伏很大，不知道为什么。谢谢，好贴心哦，还给我拿了个饭盒。谢谢小狮子最帅的用爱发电，谢谢小狮子最帅。谢谢。对啊，我现在在后台。别夸我啦，哎呀，就是说实话，我对自己定位就是一般般帅而已，就是不要太会夸自己，会膨胀，比我帅的人太多了。没有凡尔赛，你今天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好多。我干嘛了？我就开了个直播。我是边开直播边扶老奶奶过马路了吗？怎么就优秀品质了吗？这个直播能看出我什么优秀的品质？喜欢傻笑。外面的粉丝好开心啊，不知道在看到什么，非常的开心。一些生活中的开心，我声音变，我就变低沉了。以后我讲话都要这样讲，大家再也听不到我很嗲的声音了。以后就是这样子讲话的。
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圣诞树，谢谢。不穿小裙子哦，我现在上 Fiona 前四所穿那个小裙子，我都觉得，你这发色不错，过年也打算染一个，可以可以，都去染吧。今天本来想去剪个刘海的，但是我的理智还是控制住了我自己，不然大家今天就看到一个刘海，一个有刘海的女的。但还好，我控制住了自己。那个什么，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叫，谁的那个手机手表？不知道。可是感觉没刘海要好，就要成熟一点，不想没刘海。能不能给花妈的？我本质骨子里就是一个，不多说了，大家懂不懂？哎呀，为什么许褚文还有个饭盒啊？我第一次看到人字后台有饭盒，上面怎么还有油啊？天，Oh my god！听到春夏秋冬，啊！今天妆化真的不好，今天太肿了脸。你花起来更好看哎！我爱怎么就会不？我现在不想好看了，行不行？怎么能就是说就是你不管在房间还是在直播间说的十句话有八句话都能惹到我，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天赋。我已经盯你很久了，每一次你的话都能惹到我，成功抽中的那一点到底是为什么？你是男犯吗？每次我说到你就发几个无辜的表情，对不起。你告诉我你是男的女的？算了，哼，算了，我没睡昨天晚上，谢谢向左走89步的皇冠，谢谢。而且吧，就是也不止 Q 你一次了，从来也没说给我送个礼物什么的，要是别的粉丝早就送了。谢谢你的圣诞礼物，谢谢。谢谢 SPENCER 的戴安娜，谢谢谢谢戴安娜，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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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诞礼物，谢谢。我这两天也在重看那个星光组那场公演，确实挺精彩的，大家都每个舞台都很好。就用心点评一下，确实我的那个节目是最搞笑的。谢谢 Mr. E 的皇冠，谢谢。
谢谢 YJ 的皇冠，谢谢。嗯，有觉悟了。那场公演确实挺好看的，说实话。我不喜欢看到这个表情，以后别发了，就是这个笑哭的表情，以后你也别带了，我就会开心。很多表情都会冲我雷点。你可以这样，宝开心点，然后加一条波浪线，我的心情就会平和起来。但是你要加那个笑哭的表情，一下发三个的话，我是不是很作呀？很好笑呀，手把手教着说话的感觉。听到了《大声钻石》，好像是这首歌。项链是粉丝送的，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忘了。你今天的妆其实挺好看的，就是说吧。你今天的妆挺好看的就可以了，其实挺好看的，就是我一般我就是看到其实两个字我就会心里咯噔，就是一般比如说你看你要是夸我你挺漂亮的，那我挺开心的哦，你其实挺漂亮的，哎，这个加上其实这句话就显得怪怪的，所以说就是佳佳跟我讲话的时候就少说一些其实，就不要加这个词语。谢谢谢谢，圆那个字第一个字读什么呀？圆圆的圣诞，谢谢谢谢。七哦，好的，谢谢谢谢，又教了我一个字，谢谢谢谢圣诞树，谢谢谢谢这个杜福特啊，舍福特。嗯，其实你很会说话，好烦的。我又不是靠脸吃饭的，我没关系，我好不好看啊？有些人就是有人格魅力，好不好看不重要。我以上今天的话都是随口瞎说的啊。谢谢谢谢天空好想念，谢谢大家听听就算了。嗯，可以夸可以夸，当然可以夸。你们都很喜欢这条项链吗？怎么一直都有人在问呀？谢谢卡路里富婆，谢谢。还没有到圣诞节，大家都纷纷送去了我圣诞礼物。这个好像是一个水果吧，我给你看。
怎么下午这个点还大家还会有看直播的人呀？我以为大家都在上班什么的呢。现在他们到谁了呀？好像刚开始。哦，好吧，那应该还是早。哦，今天周末啊，对我们来说，周末就是应该上班的时间。就不知道，原来周末是不上班的。感觉聊的也差不多了。帽子啊，我的那顶帽子还是没能带回广州，不知道拉了，烦死了，都是没有缘分感觉。就带了那一天就不见了，好烦，想到就很烦。谢谢圣诞树，谢谢。谢谢，等一下我看一下手机。谢谢一碗新饭，谢谢你的皇冠，谢谢。好了，看了一下刚刚 MC， 还行吧。不是，今天我眼睛很肿，我今天眼妆也没让眼睛消肿，越画越肿了。因为我昨天晚上没睡觉，一晚上没睡了，今天本来想用那个美容仪推脸，忘了，而且直接来剧场了，整个肿的像一个什么一样，肿的像一个皮球一样。对啊，我经常一晚上不睡觉的，昨天晚上也没睡。我眼睛特别容易肿，因为我眼睡它这个就是你知道，就是一些说纯天然的双眼皮，它就是说一些容易变成内双，就是你稍微休息不好它就容易肿成内双。这就是哎呀，这就是很烦。谢谢圣诞树，谢谢七家敖宝。没有，昨天晚上，因为我跟你们说为什么昨天没睡啊，因为我昨天不是早上飞回来参加了瑟瑟的冷餐，然后我就整个一个大困死，然后我就回去就睡了，就睡到晚上六点多。然后呢，那我肯定那天晚上就睡不着了呀，然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到现在我也没睡着。你的嗓子，我嗓子怎么了？我的嗓子怎么了呀？好吐，有种强行装点。对不起，做不到了，以后也做不到了，再也做不到了，所以以后讲话就这个声音了。因为昨晚没睡觉吧，就想嗓子哑。仿佛我可没他家。
哎呦，你们都不知道我今天公演前化妆，然后那个遮那个黑眼圈，我用了起码我半罐遮瑕。那个液体的用完用固体，固体的用完用液体，一直在遮，遮了起码有20分钟。就是那个黑眼圈已经在这儿了，感觉。谢谢 JM 姐姐的圣诞树，谢谢。整个一个就是说非常的憔悴，然后整个眼睛又肿，脸又肿，我黑眼圈又掉到这儿。我今天来上公演的时候，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我觉得太过分了，太离谱了，怎么能就是一个人怎么能一个少女偶像怎么能肿成像一头海豚？真的，我虽然我这样说对海豚很不礼貌，但是。真的就是那个像充了气的一样，那个还是那种气球海豚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肿，第一反应就想到海豚。对不起，海豚。我怎么听到夜蝶啊？谁在跳夜蝶啊？我现在也想跳的。喂哦，喂过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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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爹爹。哦 ，PV 啊，好吧。有机会找个美女跳跳。美女多的是，但是要你想要跟那个美女擦出火花，你们两个跳 CP 曲要有很般配的感觉，那就很难。其实，我要跟上次星光那个跳 Monster 那个女的，那个红衣舞娘跳，我们会比较般配。是啊，其实很多时候在想，如果我跳舞再好一点，就是那种双人舞台会更好，我跟其他人会更搭，就是我的脸确实跟其他人比较搭，但是如果我一跳舞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就不帅气了。哎，算了，不说说这些伤心的事情，开始。哎，我分个身吧，我安排一个分身。主要是你身材比例很好，那确实，老实话。但是我看我看我那个《花样舞曲》，我觉得，哎呀，这腿怎么这么长？是这样子的，不错。啊，怎么刚刷太快了没看到？好自恋啊！不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呀？我哪里自恋了？我这叫自恋吗？我这叫有一说一。好了，3点半了，我要关直播了，看差不多了，下次再聊咯，拜拜。还没到3点半，不要太早了。谢谢山峰峰峰峰的圣诞树，谢谢。
帅哥等一下出来吗？嗯，既然你都这样问了的话，那我就勉为其难下楼买个喝的吧。嗯，啊，我怎么又这么讲话了？气死我了。啊，好了，就这样，你说，就这样吧，拜拜。嗯，就这样吧，拜拜。